兰花养成了这个鬼样子，别急着把它砍了当柴烧，剪掉，剪掉，通通剪掉，把新芽也剪掉，把焦尖、斑点全部给它剪掉，因为这些都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，所以给它清理掉。接下来用一粒它兑上一瓶矿泉水稀释，均匀的喷洒在兰花的叶片上，5天给它喷一次，连续3次。接下来你的兰花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锈斑、炭疽、黑斑、焦尖等问题。同时，不管家里面的桂花也好、月季也好、茶花也好，或者是绣球花也好，等所有花卉出现一些斑斑点点，都可以用它预防，1个月喷一次。用的就是这个好清闲苯甲比唑酯。